按下念啊，运动员的台湾副职烟孙燕飞，吃了以后就拿笔写下来的一条高雄雄国的诗，答案就是莲雾。讲到莲雾啊，大家一听到地个，就是屏东的雾珍珠。不过一下市场上，后来又发现个改三批个，就是我们高雄六桂的雾砖石。当代屏东的雾珍珠同高雄的雾砖石，吃起来有嘛个无同样的地方呢？过去，伊主要点是板山嘛，板山是点是海墘嘛、咸润嘛，再伊点是较细了。我珍珠较细了，较细了，嘛是甜啦，但是较硬脆，较甜甜安尼，水分较少，辣粉是，辣粉点无，就大粒无要紧，个水果食，个甜度有够，所以讲辣粉只五分钟，甲冰冻比起来，对咱辣粉对唔对？原来啊，六桂有天有的天然环境，有改强的老农排水灌溉，还有排水性改好的奶茶的使用。另外还有早晨头同暗部头温差太的提醒，滚莲雾做得在阿妹的身体当中带个充实的时间，也都都系滚六桂的莲雾，吃起来又脆又多水的莲蓉。乌味的话，这边的莲雾出来，但是甜度是必须要求的，一定的。主要它水分多，清脆度比较好。哎，那你水果的话，有个清脆度的话，咬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。六千多公顷空地森林当中的莲雾，本人看到目珠发发，看不到既有几脆，水有几多，有几甜。故事读到的用清代家私卖出去的命运，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啊，就是本六桂莲雾按一个荷塘的名诶。其实早期黑珍珠是比较有名气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屏东就是讲到莲雾，大家说哦屏东熬珍珠，但是后来慢慢经过我们六桂农会这几年推广，一讲到六桂，然后哦船就人家就知道了，就是跟屏东不一样。那我们这边是水分多，啊果粒大。六桂期的莲雾为安诺雾砖石，是因为六桂的莲雾果早又大又熟水。同时，当莲雾还是些红艾的时节，农民大家就开始种地拓野地度，就像是生意地照顾一点点的砖石供养。黑钻石，它黑珍珠都是统称的，我们统称南洋大红种的莲雾。六桂的话，就是做一些回培的管理；地基的话，大概都重视一些油漆的肥料。今天唔好问到一位好名诶，就做得本太家都滴，安样诶将六桂雾砖石推出去，当初啊也系发诶改太嘅心力。很辛苦。真的，这个我们这个黑钻石哈，当时因为知名度不够，那早期我们六桂农会没有在做运销的时候，我们的东西几乎都是农民直接就是送到行口嘛，那行口等于说曝光率几乎是零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做运销非常辛苦。第一点，我们不懂得分级包装；第二点，因为信物刚被接管，农民对农会没有信心，那我们是从零开始，到今天我们六桂农会运销。以去年来讲，我们也得到台湾全省运销的第三名。后猜奉天不负苦心人，经过辛苦的推广，六桂的莲雾终于在拍卖的市场上开始反响。拍卖价的话，在十几年前我曾经拍卖过公斤价1000块，那时候是景气还算还好。那这几年的话，我们就是。也不求说单价多高了，就是能够经营食品的话，自己在上面的话能够有利润，我们就是算心满意足了。
莲雾看起来硬结结的，虽然经常在旁边市场买到清好的家私，不过总体来是需要花改太的人力功夫力，就得讲是水果的成本清高的水果。故说种莲雾的人，也有着独有的个性，就像多位拉斯维加斯中央所好的，样嘞就太穿浅，熟嘞就了枪枪。之前我在外面是做电焊的话，也不是说没工作了，就是家里有一些自己的田地嘛，然后大概想换个第二个工作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就慢慢摸索，几乎前面七八年几乎没什么赚头，因为可能连在外面钢筋啊都没进来了，没来工钢筋啊进来，这莲雾很现实的问题。你要是两年可能没有收成的话，你第三年你已经没有那个资本而下来，因为莲雾的话成本很高。墙壁的陈太哥讲起树叶，就表现出懂彩色的样诶。不过假使按样的种出又大又甜的莲雾，他一开嘴啊，讲也不会停下来的哦。六桂期在短短的二十六年之间，慢慢地打响了无专杀的名声，也不是运气好哦，还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和生意干净的技术，从生气调节每个步骤都做不得随随便便。我们六桂的话，产期调节的话，我们一般就是做我们俗称的枣花。枣花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在六月底至七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就做枣花了。那做枣花之前的动作就是最主要的，可能就覆盖那个黑网子。两个月以后下去，等于我们需要所讲的催花。那催花的动作就是等于你把网子掀起来的话，它见到日照，就是已经达到催花的目的。经过催化和剪辑的莲雾园当中，有太多式的乱拍花苞，也有作阵蓬蓬拳的小拍花。凉风一吹一过啊，亲像没做得糖豆挂在树上的小风浪，叮叮咚咚唱出来的好糖的声音。这个讲属于大白兔，大白兔，这就属于捧花，爆花期就对了，这属于捧花。爆完花的这个哈，所以就叫产地皮呀，当然够较大了，我这即马无法多翕着。较大的时阵，我是想要小叫铜钱啊，吊铜钟，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个小铃铛一样，跟那个铜钟一样。不过啊，真唔简单，怎可以归宿的话，因为按小产老几都破坏天呢。你要像一个人，你要叫他背个他的。它的限重是100公斤的话，你要叫它背120公斤，可能就背不动了。所以就是我们以就是果树的它能够承载的那个重量。原来呀，十分用心的陈太哥规划下的人，对于园区当中每一条莲雾的枝条都清清楚楚的，那一个生出来的国土的枝条都得留下来，那一种枝条生出来的果实颜色会下降，又大又甜，这些生到歪歪斜斜的都清楚为本几条看到，也都是熟发熟果的孔口哦。这种枝条我们一般的传统莲雾我们就不我就不留这个枝条，就要留这个，留这个朝下，朝下的话比较不容易断掉，而且像我们刚才去套袋的话，我们有看到绑那个绳子啊，像这个就要绑绳子，这个你不绑的话它就不会断，因为它是果实大了以后它是朝下的，它就不容易断。所以它这个是往上翘的，就是先塞的，就是往上翘，不理想。哦，然后这个枝条它会下垂，垂状很顺的话。哦，我们这一包也可以不用，这一包一般就像二哥刚刚讲的，它很顺下来，它不需要再另外吊绳子的，这一包也可以留。那这一包就要吊绳子，它要吊，要是绳子要吊，不然让它这样子，你没有吊的时候它就垂下来会断掉，所以这个也是可以，就是塞掉就留一包，一包，然后这个一包的话，它果子哈，你看它这边算一算就有10粒，对不对？
那十粒我们的标准差不多，比如说我们要留个六粒或是七粒的话，我们这个就是它中间这个果子，它会养分会跑得比较快，所以我们留的话，我们大部分是取这个大粒种的话，就是留中间这一颗，好、哦，那塞旁边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差不多平均起来的话，差不多二四六八八个，我们就塞留七个就够了。抒发足够的技术。假使无细细猜猜的经验和百分之百的用心，结生下来的状态就是做拍工的。陈太哥用有机肥料改变土质，不是可能太量的农药造成的结果。粮不套袋的话，你就光那个东方果实就没办法防治，所以唯一的防治的方法就是套袋。第二个的话，它有一些病虫害，你第三个的话，你套完袋的话，你可以减少它的农药的使用量。莲雾每个城市都是要花改太的人力，每做的工具是成本改高的水果。日本太家每年都有莲雾做的食，陈太哥种的泰国种、泰国种、巴种也三种无相用的莲雾。不同季节应该爱是哪一种莲雾呢？我们来谈谈专家的意见。传统的莲雾黑珍珠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咱讲啊，就是脱吧，脱莲雾的，有一个莲雾的味道。那泰国种的话，它那个外观蛮好看的，色泽蛮好看的，但是它吃起来口感没有传统那么好。那你要讲口感最好的话，我认为是巴掌的莲雾。你要熟度够、放得够的话，它甜度是最高的啦，因为它清脆度也是最好的。台东有些心的陈太哥，伊是全台湾第一个成功泰面籍种出亚种，人家讲的低碳莲雾的泰国种。你看，这红叽叽的果皮啊，比树种韩国泰的果实，切开来的果子非常的熟水。假使功力无拉的花，一切对种唔出一种十全十美又唔会坏掉的一定好的水果哦。眼皮泡有红滋滋的莲雾，就像红眼眼的改好的皮肤相样，稍微冲到刮到啊，就会造成无办法复救的伤害。除开从树方、树根去摘，建议常常种之外。大概开业还要经过人工一一的细心的检查管理。讲到嘅第八度嘅空调话，佢就系当初爱将新人嘅刘天都师，俾人陈太哥转去种下大边嘅陈太所啦。像这个差不多二等的哈，二等货就是放这边。你看这个莲雾，可能就是头等货比较大。你用手去感觉啊、哦？对，你看这个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头等的，好、哦，有没有大？我们分三等级。经过一层一层的挑选之后，小灯火、小运刀、贩卖市场和行口运销，可见高雄人群强的精神。此外，多位莲雾采收的季节，江太子出去当年是一个半点钟的茶，远远的从凤山过来收购。啊，伊的莲雾都品质好啊，较大粒，啊，佫有水分，佫会甜。嘿，人客食了拢会掉嘴啊，拢，伊讲啊，看到这莲雾较大粒，嘛，大家拢食啊惯势啊，大家拢会加买啊。因为六桂莲雾改上瘾。从金丝塔消费最蛋糕到一般的香肠，再食过一摆啊，轻松过又甜又香的美食，就像是神奇宝贝中药，全部都本下到位。陈太哥过去种下十八年，虽然所有的辛苦完全都有加出来，不但为自家开创的事业的第一春，也为刘奎带来了众多的工作机会。江中人都讲。
气爱讲张爱生，曾经出走的六桂强人太家，因为对土地的热爱，贵气总好大病，也表现了改造的工作能力。本六桂人同六桂连松下准备分开，直到清甜水又多的六桂莲雾，亲像每座的品种到桂片太低的甘甜滋味和纯飘的情感。